手柄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准备的薯饼，烤煎薯饼。好，这个已经好了，所以我们把它拿起来，我们再弄一个新的一片来观察它整个煎薯饼的过程。这就是薯饼。嘻嘻沙沙，这是声音，这是我的厂，里面有很多的成分。这是我跟波斯通买的薯饼。快迅速的，两边都加了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煎薯饼。先暂停一下，现在几点？我那个已经弄好了，如果你要赶快来的话，就赶快来弄咖啡。所以我们现在弄煎薯饼，刚刚已经翻面了，我们先暂停一下，我们现在还要再翻面一次。好，这边翻过来之后再烤一点点的时间就可以起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检查一下两面。好，基本上就是不希望它有烧焦，这样就 OK 了。耶，煎薯饼结束了。